详见，署名通知出示。李祥喜，中共中央起张亚丹，他于监督领军起及玉林区随设党委及监督领军会及玉登记为队党首。署名通知说，中国国民党三十五年中央起主席郑建邦起，中国毛泽东新头别中央起主席金正民，中国毛主席束头别中央起主席郝明金，中国毛泽东新头别中央起主席蔡达松，中国主席党中央起主席何伟，中国中央起主席蒋介石。